在解乐的大金塔。你赶快去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来人，咱们还在这等什么？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被浪费了。行了，三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凭什么让我少说？你这样发牢骚会干扰大姐下决心的。那你就把我嘴堵上，我不堵。要堵，自己堵。堵就堵。战俘营的地形非常的复杂，敌人的戒备也非常的严。正如你所说，我们万万不可贸然行动。如果强攻硬打的话，必定会给我们造成重大的伤亡。假如增援的敌人赶到，那我们就会腹背受敌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里应外合。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混进去呢？这个太好办了。三姐，你不吹牛是不是就犯困啊？什么叫吹牛啊？咱们换一套行头就能混进去。你以为战俘营是城里啊？那地方清一色是男人，突然冒出几个女的来，那咱们还不是白白去送死？那你不会女扮男装啊？这是咱们的拿手戏。哎，还别说，三姐。
他一定是去取这个的。江川队长，我们要不要火速行动啊？你知道这是谁送来的吗？不知道。那这会不会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给咱们挖的一个陷阱呢？这个我就说不准了。所以，这里的一切都要等我哥哥醒来以后再说。德彪明白，德彪明白。